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括注》第837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啊，或以十方梵圣梵贤归极乐，彼一刹土灵能光荣。这是解释这一段经文啊，确实有人怀疑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圣是讲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；凡是讲六道众生，也是发愿求生净土。啊，一尊佛的佛土，譬如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，这个世界有多大呢？不是一个地球，啊，一尊佛他教化的区域啊，就范围是三千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？佛在经上告诉我，一个单位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，日月都是绕须弥山而旋转的，须弥山不在地球上啊。我们今天知道太阳系带着九大行星，它绕哪个圈子？绕银河系。确实它在银河系的当中边缘上啊，围绕着银河系，这是单位世界的形成。那么一个单位世界就是一个银河系啊，银河系里的有多少星星，有多少星星有生命
住在那个地方的众生太多了，每一个有众生居住的星球都有佛菩萨阿罗汉在教化啊，他们的身分身啊，他们有神通分身啊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单位世界集合一千个，也就一千个银河系称为小千世界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集合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，再以中千为单位集一千个中千呢，就一个大千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十万亿，十万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你说有多大？啊，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，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还是很幼稚，我们没有办法超越银河系啊，又何况十万亿个银河系一尊佛的教化区，那么在这个太空里头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也就是有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诸佛都劝大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有多大？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？啊，这就是我们产生的问题。啊，念老在注解里头给我们说，是亦不然。我们这个怀疑也是多余的。啊，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产生这种怀疑。真相是什么呢？下面说了，盖极乐国土，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。极乐世界，去的人再多，你没看见他多。啊，常如一法了。这个一法就是法心，法心没有边际。啊，佛云一法，义理甚深，众生难明。真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一法了，不好懂啊。故佛以大海为喻。佛举了个比喻，让我们容易体会。佛以大海为比喻，啊，以明其意，以大海比喻极乐世界，注水就是从陆地上流入大海的水，有江有河。啊，江河湖泊里面的水通通都是向大海流。啊，自古至今这个水呀、啊、永远不断往大海流。大海的水好像没有增加。流了几千年了。不是流几天几个月，流了几千年了。啊，大海水啊没有满溢出来。啊，佛用这个做比喻。啊，江河的水呢就比喻十方
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注水入海啊，大海不争。好比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大众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人口好像没有增加，极乐世界真的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这叫一如啊，没有看到它有增减，这是一个比喻。又彼土大士重返秽土救度众生呢，其数也无量啊，这也是真的。但极乐身中呢，业务减少啊，这个事情我们明白了。极乐世界里头的大众到十方世界度众生，不是跟我们这样样子啊，我们离开台北啊，到香港台北，这里就少我一个人，香港就多一个了。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啊，这个菩萨在极乐世界永远没离开，香港也去了。怎么去的呢？化身去的，分身去的，他们都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啊，到十方国度，十方国度人没增加啊，极乐世界根本就没去，实在说没有去来，没有增减呢，这叫一如，这叫一法啊，这个一如一法了，是无法想象，所以叫不可思议。啊，没有增减啊，在这下面呢，是黄念祖老居士啊，他说的啊，是在以世间数学之理做个比喻，数学有无量大和无限大的这个意思，数学里头用一个符号啊，这两个圈圈呢平摆在一起，这个符号呢在数学里头代表无限大啊，这个数字之大超越限量啊，叫无限大。于是以无限大加一切有限之数，任等于无限大。啊，因为这个符号啊是表无量大了，和正某数便大于无限大者，那这个无限大就不成为无限大了。无限大不管加多少数量还是这一个数字一个符号，那这个符号叫无量大或者叫无限大啊，这是现在数学里头的一个概念。那么又以无限大减一切有限之数，它还等于无量大啊，若无量大这个符号一减呢，就少了，它就不叫无量大了。无量大就是不增不减。
家带再多啊不增，钱再多啊也不少。啊，没有增减，常如一法，临可增减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现在极乐世界，实实在在是无限大中的无限大，盖以超于一切世间的无限大。啊，这是大乘经里头佛常说的，自信化而如如，之妙用啊！那就是常寂光，就是真实之际啊。本经讲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就是无限大，又上进。前面我们读过华严经上所说的世事无碍，不可思议，殊胜微妙的境界啊！该极乐即是华藏，故广狭自在，一多相即，互融互摄，非言思所能及。言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明，也无法想象，叫思，不是言语啊，思维能够解答的。啊，这是佛常用啊这么一句话，常如一法啊，常如一法，就是这一段注解里头所说的现象。那我们今天对这个现象不容易解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非常局限的一个假的空间。佛把我们这个空间，我们现在的状况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比喻作梦幻泡影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这个梦是怎么来的？是我们见思妄想变现出来的啊！见是我们看错了，我们把整个宇宙、人、事、物，用这三个字把全宇宙都包括了。我们不了解真相，我们在猜测，我们在打妄想，妄想永远是妄想，永远没有办法跟真相相应。啊，这是看错了，我们的思想也想错了。啊，看错了叫见惑，或是迷惑。想错了叫思惑，我们的看法想法全错了，这个错误引发我们的言行造作，这叫造业啊。从错误的思维就造作不善的业啊，善业跟不善业都叫做不善业。为什么呢？他变出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假的。我们的见思烦恼
一断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有六道说明你的见思烦恼没断。哪一天轮回不见了，没有了，梦醒了，才知道过去一切都是一场梦啊。梦醒了，无有一法可得了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那么这个梦醒了是谁呢？佛经上称他做阿罗汉。阿罗汉呢，第一个梦醒了，回归到十法界的四圣法界。梦醒之后看到是什么？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严重染污啊，无着卧室啊。那秽土不见了，净土现前了。这净土是不是真的呢？佛说不是真的。啊，千万别执着，它是假的。啊，净土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妄想分别来的。继续不断要放下，妄想放下，分别放下。啊，那么第二个梦啊，醒了。设法界不见了，啊，这个时候他看到了，看到的现象啊，叫一真法界，跟前面设法界相比，它是真的，设法界是假的，设法界有生有灭。而且刹那生灭，生灭不住啊！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身体，啊，这个肉身从哪里来的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都相信。我们没有人怀疑，也没有人反对。细胞组成的，细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。啊，我们的皮肤，我们的汗毛、头发，我们的骨骼，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啊，是种种不同细胞所组成的。啊，那么这些细胞都有生命。啊，寿命短的几个小时，它就一次生命。啊，寿命长的有几十天，有一两年，也有三四年，这么长的寿命。啊，最长的寿命，脑神经细胞。啊，它可以存活150年。真的，我们人已经死了，脑神经细胞还没有死。啊，哪来的我啊？细胞
新陈代谢，每一天啊，老化的细胞死了，新的细胞成就了，来递补老细胞，一天多少个啊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身体全部的细胞啊，大概是60兆啊，单位是兆，60兆。每一天新陈代谢有多少个呢？大概是7000亿，单位是亿。你说我在哪里？我天天有死掉的细胞，天天有新细胞，啊，这生灭现象啊！啊，刹那刹那之间都有细胞在新陈代谢。啊，有生有死，有生有灭。啊，这个身体是哪个细胞是我？佛在经上说，每7年，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都重新换过新的了。啊，大概除了极少数，像脑神经细胞这样。啊，它新陈代谢的现象晚，就它的寿命长。啊，一般不会超过7年。7年，我们整个身体换成新的细胞了，老细胞一个都没有了。啊，这是大家相信的。所以，有生有灭的不是我。啊，我不生。不灭，啊，真正能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哎，不生不灭境界显现了。啊，有生有灭的这个境界不见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叫它做一真法界。设法界全是新陈代谢，这个一定要晓得啊，只是寿命长短不一样，新陈代谢完全相同啊。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就超越设法界了。设法界是梦啊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看到的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你生到这个地方，恭喜你，你脱胎换骨了。啊，你的身体不再是生灭法了。啊，你得到的是什么身呢？跟极乐世界的人一样，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。所谓的法性，就是没有生灭的现象。啊，虽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它有隐现的现象。你有障碍，没有入这个境界之前，一真法界你见不到，你看不到，听不到，摸不到，你也想不到。啊，他并没有离开你，你这些障碍统统放下了，没有了，他就现前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让你看见、听见、摸到、接触到。啊，生活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寿命长。啊，大乘经上常说，多长的寿命？3个阿僧祇劫。3个阿僧祇劫之后呢？之后你成佛了。啊，实际讲，3个阿僧祇劫是寿命的极限。啊，你住在这个地方，决定一生成佛，最长
三大二僧祇劫，你成佛了。啊，有很快的，所以每个人成佛的时间长短不定呐、啊。谁主宰？谁操纵？通通是你自己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啊，根利的，勇猛精进的，他成佛快，不需要那么长时间。啊，不能精进的，一切随缘的，他成佛就比较晚一点。啊，不管是早晚，决定是一生，不会到第二生，呀，一生成就。那这个我们得知道啊，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，他殊胜之处，不在同居土，而是在方便土跟凡圣同居土。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，凡圣同居土就是六道轮回。他这两种土无比殊胜，啊，几乎跟十宝土相同。这什么原因？这个要感恩阿弥陀佛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以及他过去生中无量功德加持啊，让每一个往生的人烦恼业障一品没破啊，只要具足信愿念佛就能往生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要记住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菩萨本来是十宝土里的往生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，不容易啊！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，要无量劫，啊，可是生到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我们的智慧神通道理一切受用，等于阿惟越致菩萨。怎么说等于呢？是佛给我们的，帮我们，并不是我们自己修的。佛的帮助给诸位说是缘，真正的因是什么呢？大乘教上佛常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才是真因。如果不是本来是佛了，阿弥陀佛要帮也帮不上忙。真因为呀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帮得上忙。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明白，我们的信心就建立了。对于佛讲的这话就不怀疑了。
啊，那么十报土是什么形成的？十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。啊，无始无明断了，生十报土。啊，断了，它有习气。才有十报土啊！啊，习气说得不多，说得不显啊。但是我们从阿罗汉，佛说得很清楚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没断。啊，所以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要断习气。习气断了，阿罗汉升级了，叫辟支佛。啊，辟支佛必须要断尘沙烦恼。啊，尘沙烦恼断了。尘沙烦恼的习气还在，啊，行，他升级了，他升菩萨了。菩萨要断尘沙烦恼的习气，菩萨把这个习气断掉，他升级了，他成佛了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要破无明。无明一破，他升等了。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，啊，升十报土了。那我们想想，他习气没断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见思烦恼变现的是六道轮回。尘沙烦恼变现的啊，跟这个无明变现的是四圣法界啊。那么十报土呢，十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，无始无明没有了，真断了，习气在啊。大乘教里头佛把这个里面的注重说成四十一个等级，这四十一个等级我们很清楚，那就是无始无明习气还带着有多少不一样。啊，刚刚去往生的人习气很重，住久了习气慢慢就薄了，到习气完全没有了，十报土就不见了。所以十报土有隐现不同，它不是生灭，它没有生灭法啊，只要有无始无明习气，它就现起；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它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出现什么？常寂光现起了。啊，所以它回归常寂光，回归常寂光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妙觉如来”。是真正的无上真等正觉啊，证得究竟的佛果，怎么一回事情啊？不搞清楚不行的，不搞清楚总有疑问，疑问造成我们严重的障碍，我们真是寸步难行啊！搞清楚，搞明白，不怀疑。哦，原来这么回事情啊！我现在在哪个阶层里头，清清楚楚。
啊，我要往上提升，该怎么提升？放下。那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。怎么样帮助看破？经教。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讲经教学，或者用其他的方式，方便有多门呐、啊，归元无二路啊！啊，所有一切方便门道，无非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相辅相成的。啊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这是佛法菩萨修行的秘诀。啊，放下就得自在了。看破智慧就现前了。我们再看这一篇幕后的一段，戒归弥陀，请看经文：八方上下，佛故无数啊，真的无量无边啊。阿弥陀国，阿弥陀佛的国土，长久广大，明豪快乐，并是光明。啊，好，这个地区没有我法，没有不善。啊，这个世界快乐，没有烦恼，最为独胜啊！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。什么原因呢？下面说了，本起为菩萨时，根本原因是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没成佛之前，求道所愿呐。啊，他所求希求的，啊，他发的愿望，累得所知，啊，他的愿，他的行。兑现的不是说说就完了啊！一般人个个都发愿，但是发了之后啊，不久他就忘掉了，他不能兑现啊！说无量寿佛，恩德布施，八方上下啊，他发愿真干。果然成就了，成就之后行布施啊，财布施，极乐世界是财布施啊，这样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安居，乐意啊，那个事业就是跟阿弥陀佛学道啊，阿弥陀佛天天教我，我们天天学啊，天天看破，天天放下。啊，一直到把无始无明的习气通通
放干净了，全放下了，长吉光现前，我们就真的圆满了。啊，真的圆满之后，肯定像阿弥陀佛一样，我们也是恩德布施，八方上下无有穷极，啊，深大无量不可思议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啊，八方上下，八方加上加下，这就是叫十方。就是十方世界，啊，十方无数佛国之中，啊，彼此互相做个比较，长久广大，名号快乐，啊，用这个标准来比较，那通通都比不上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界与极乐世界不能相比啊。古人最为独胜，那独只有他，除他之外没有别的。啊，长久就是常住，如经云：“见利常然，无衰无变。”这一句话包括凡身同居土啊，十方世界里面包括着我们娑婆世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我们现在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啊，这个地方的国土，跟这两句不相应。啊，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，有衰有变，不是无衰无变，有衰有变。啊，万法无常。不是常，我们是无常。啊，十方世界跟娑婆世界相似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专门讲这桩事情，《华严经》《华藏世界品》《世界成就品》。啊，《华严经》正念品讲得很详细啊。啊，正念品经的内容，现在所谓的科学、哲学，啊，广大，像前面佛举大海做比喻。啊，陆地上大江大河啊，日夜就水夜日夜流向大海，大海没有增没有增减啊，千百年来日夜不间断，多少水注入大海，大海为什么不增不减？啊，明者清净光明，豪者相豪庄严，快乐者如小本云：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这极乐世界殊胜呢，我们把这些都看清楚，都看明白，你都想通了，
极乐世界你能不去吗？真正明白人，真正想通的人，巴不得现在就去啊，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丝毫留念这个念头。慈悲心特重的人，就像前面我们所读到的，他到了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他到不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，来很快就来了。来了怎么样？来你不认识他，他也不希望你认识他啊，他要是要你认识他，他变现的你认识的人啊，来送信息给你啊，一生到极乐世界，弥陀一加持，智慧就现前，神通现前啊，他就知道应以什么身度你，现什么身，应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，他全明白了，再不迷惑了啊。我们常常怎么想的，错误的想法，人情世故啊，他们有智慧，没有人情世故了啊。快乐像小本说的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啊。极乐世界所以能最为独胜者，借由彼佛于因地中求得大愿啊。这是前面讲的很详细啊，都是由于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，因地是法藏菩萨啊，再早是法藏比丘啊，因地当中求得大愿，承蒙老师的指导啊，以无界的时间去参访诸佛刹土，即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智慧美好之大乘啊，庄严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这么来的，不是凭空想象的，有根有据啊。啊，所以无量劫积功累德，一直于成啊，一直到极乐世界成就，这都是我们要效法的，我们要真干的啊。积功累德这四个字常常放在心上啊，积累的是功德，不是造业。世间人积累的是罪业啊，积累罪业是在那里制造三途地狱魔鬼出生，他在干这个。如果积累功德跟阿弥陀佛就相应啊，有这个缘分赶紧要抓住啊，特别是现前我们所遭遇的
我们遇到了一个什么？大乘佛法存亡的关头啊，传统文化能不能再承传下去啊？这不是小事，这是大事啊！如果我们能在这上尽分、尽力，纵然无济于事，也积了功，也积了德。事情没成就，那是语言不足。众生的业障太重了，我们的心尽到了，我们的力也尽到了。对自己来讲呢，是圆满功德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知道了就真干，我没有白干。干失败了也没有白干。阿弥陀佛了，你给你济功。要干真的，不能干假的。诚心诚意，一心一意去干。不怕失败，失败为成功之母。为什么？一次失败就有一次的经验教训。错误肯定是自己，不在外面。失败决定不能在外面找原因，找不到，原因肯定在自己。真正因素是什么呢？自己的信心不去做。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。对人怀疑，对事怀疑。对功德怀疑。这怎么可能有成就啊？要学阿弥陀佛，与无量劫积累积功累德，才能成就极乐世界。我们将这个功德回向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欢喜，阿弥陀佛以此无量恩德，普施十方。无有穷极，阿弥陀佛成就了。成就之后，念念的要度十方无量无边的大众，他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帮助大家圆满成就佛道。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。希望我们能够发跟他同样的愿，修同样的心。一直到大圆满。弥陀恩德，广大深远。言语难明呐，都说不尽呐。我们要能体会得到，最难能可贵的是效法，认真跟他学习。那么这一部经要看作是宝典，
啊，一切经中第一经，真正发心，依教修行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就是圆满成就。啊，言语说不尽。下面念了有个比喻：众生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穷竭说之也不能尽。这是假设的比喻，没有办法说得尽啊，所以叫不可胜言。那不可胜言，永远说不尽。盖彼佛诸真实智慧，故能施真实之力。这个地方要特别重视“真实”这两个字。这两个字我们没有啊，所以我们修行障碍很多。啊，阿弥陀佛修行呢很顺利啊，啊，为什么？他真实。啊，首先我们想想，我们能不能用真实心待人？啊，第一个，从哪里学起？从不妄语学起，可不可以做到？我能不能跟别人说实话？啊，不妄语，不欺骗人。真正修行第一步在这个地方啊，还是欺骗人，还是想到自己的利益，这是修六道轮回，这个不是修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要真实，没有一丝毫的私心，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三归五戒十善，真正落实啊！啊，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了，斯里兰卡全国的人民，男女老少，啊，至少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他能做到三归五戒十善，八关斋戒，啊，天天有人去受，啊，一个月当中总要受几天八关斋戒，啊，人多了吗？所以每一个寺庙，啊，法师给大众受八关斋戒，天天有啊。啊，八关斋戒有效期间是一天，那明天还想受，再受一次。仪式很简单，啊，要真做到。八关斋戒就是在家居士学沙弥律仪，啊，学出家人，时间是一天24小时，啊，这就是我们讲的要真干呐，光说不干不行啊。那不是真实的啊！真能放下，
真实智慧才能现前。有真实智慧，所以你才能布施真实智力，普令一切众生显入真实之际。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见性成佛，故其恩德无有穷极也。啊，弥陀的恩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在哪里？就在这一部经教里头，就在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面。我们展开经卷，首先要感谢老师。啊，这个老师就是夏莲居黄念祖。啊，没有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感恩心，我们天天学习也得不到。啊，所以要有真诚心，要有恭敬心，有感恩的心，我们天天都得受用。啊，愿力红生第二十九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这是第三卷圆满。啊，下面是最后一卷，第四卷。念老注解里的书，第四卷的。从34品到48品，幕后呢是后记、再记及附录。啊，那么这一卷的重点，念老先做个介绍。第一，即前面第28品、29品。说明极乐世界菩萨的愿力。啊，菩萨愿力完全是效法阿弥陀佛，他们真的跟阿弥陀佛学习，啊，修持真实功德。行愿，愿是圆满，啊，得满，啊，这四个字非常有味道，决定不能够轻易放过。行是行为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表现在外面，这是行；里面是德。啊，你看，德满了，行远了。啊，行。要如何落实？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世尊教初学，首先教他最高的指导原则，敬业三福。这是根本的教理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什么人行的？
一切诸佛之所行。我们有没有做到？要真干的，如何落实？经典上讲的很多，散在一切经论当中。经论读的不多，我们找不到。本经说得好，第32品到37品，这样长的一段经文讲什么？讲无界十善，有理有事。有因有果，所以它是戒律，它是因果教育。我们要把它配合在感应篇，配合在弟子规，一起来学习。先把人做好，像一个人的样子，真正人的样子要圆满具足五德。这个五德，中国古圣先贤叫它做五常。常是什么？永远不能变的。它超越时间跟空间。古人学这个，现在人学这个，将来的人还是要学这个。超越时间。第二呢，超越空间，中国人要遵守，外国人也要遵守，甚至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人通通要遵守。这讲六道里头的人道。所以它叫常啊，常不能变更的。无常五个字啊，想想我们有没有做到？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就是佛讲的五戒，中国人讲的无常。仁，仁是爱。你看这个字，是二人。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不想要的，别人也不想要。想到人要想到自己，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。仁爱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概念。人要有爱人之心，有爱一切众生之心。阿弥陀佛，做圆满了。
阿弥陀佛，你看他的大愿，要普度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。这个众生范围包括多大？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。他爱这些众生啊，帮助这些众生呢，快快离开苦海，快快成就佛道。这是人啊，人圆满了。第二个，意圆满了。意是什么呢？他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，这是大意。意是他应该做的。他要普度众生，用什么度？要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大义门的，阿弥陀佛的义德了。或情或理或法，建立极乐世界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。十方世界都没有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，没有一个理想的修学环境。为什么？无常啊。极乐世界常如一法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义这一个字，真正做到究竟圆满。理，儒家讲的理，相当佛法讲的戒律。阿弥陀佛以身作则，他自己做到了。不仅是以言教，以身教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释迦佛做到了。戒律从哪里来的？把释迦牟尼佛的生活，日常生活，从早起到晚上睡觉，一天干的什么事情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戒律。看佛怎样待人接物，怎样教学，他是以身做榜样，让你看，你看到领悟了，佛笑笑称赞你，不错，会了。如果会错意思的时候，佛就来教你，纠正你。主要是身教，用言教来辅导，来帮助身教。理言做圆满。第四个，智慧。佛陀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全是智慧在起作用。决定没有随顺情爱。有情爱就有私心，
啊，心就有偏，偏心，啊，甚至有邪心。佛没有啊，佛对人对事对物大公中正，对待一切人事物平等一如，佛做到了。啊，第四个信，啊，第五个信，最后一个，啊，信很重要，绝不失也。啊，四十八愿，愿愿兑现，这就是信啊，圆满的大信。啊，他做到。啊，这五个字做到，这真人呢、啊？人伦的标准，人伦的典范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做给我们看的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。做个十方啊，来往生的这些大众，做给他们看的啊，显示出来的是化身菩萨所要求的标准啊，那什么究竟圆满的无常。没有丝毫欠缺，啊，为什么不说无能？无能讲关系，啊，我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大乘法讲绝了。啊，佛给我们什么关系？一体，不是一家了。啊，一家我们的身心不同啊，一体，讲绝了。啊，我们不承认，他承认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我确确实实跟一切人、一切物、一切事是一体。啊，尽管他不承认，我要承认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要往生，我要成佛。啊，我对于整个宇宙、一切人事物的看法，我同佛之间。啊，佛怎么看法，我是怎么看法；佛怎么想法，我怎么想法；佛怎么做法，我怎么做法。这叫学佛。我不是求知识，啊，我不求广学多闻，啊，那些不是真的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我要求真，真的是心的 啊，我要求用像佛一样用真心待人接物处事啊，那就是佛，那就是菩萨，那就是佛教啊。
今天佛教被社会大众瞧不起，啊，称作迷信，不能怪他们，他们没有过失，他们个个本来是佛，他有什么过失？那为什么造成这种误会？是我们现在学佛的这些佛弟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没有真正学佛，要真正学佛，他不能不佩服你。他怎么会回报你？啊，我们因为他的回报错怪他了。所以中国老祖宗叫人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这句话非常有道理，这是智慧，真是智慧啊！出了问题了，问题肯定在自己，不在别人啊！我们自己常常想着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，问题出来了，先把别人开掉自己造的罪业，这个罪业什么呢？造成将来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今天我有权了，我不喜欢你就把你去掉。来生的时候他有权，你做他的下属，他不高兴你就把你糟蹋的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，谁定的？自己造出来的因，遇到缘自己决定要承受果报啊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一生不敢冤枉一个人啊！什么样的是逆境？自己甘心情愿接受啊？为什么呢？要把它爆掉，不爆掉留到以后麻烦啊！除顺境善缘，顺境是我们的环境，一切很顺利，很喜欢，善缘都是好人啊，我们对这些人都喜欢，在这个环境里不生贪念，这叫修行啊！啊，没有丝毫贪念心，要用平等心啊，正直的心来处理事情。要出逆境，遇到恶运啊，环境不好，处处都有人找做障碍来麻烦你，就晓得啊，这是我过去所做一切不善的果报现前啊，要欢喜接受，要忍受苦难，把它度过，不怨天不尤人啊，要把自己心量拓开，量大佛大。没有心量的人他就没有福报，我们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福报，有多大的福报，看他的心量啊，一点点小事情斤斤计较，这人没福啊，量大福大了啊，慷慨布施，布施财布施，法布施，无为布施，时时刻刻都念着帮助别人，成就别人，这个人福大啊！阿弥陀佛，佛第一大啊！念念是为
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从来没有一念为自己想，啊，建造了极乐世界，教化一切众生，这些众生有好教的，啊，化身菩萨来的是好教，啊，三贤菩萨二乘人也还不错，卧道众生、魔道众生不好教啊！啊，自己要做出榜样，要做出示范，啊，要真正能修忍辱波罗蜜，像释迦牟尼佛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，割离王各界身体。是一个很小的误会引成这么大的灾难，把忍辱仙人凌迟处死，啊，忍辱仙人所表现的，啊，临死的时候告诉格离王，我不怨恨你，我没有怨恨心，我将来成佛了，第一个来度你。说话算话，有信用啊。无常最后一个自性，释迦成佛了，第一个得度乔成儒，乔成儒就是那个时候的格离王。处处为别人想，帮助别人断恶修善，帮助别人改过自新，不遗弃人，啊，不好教，教不好，要反省，我没有智慧，我没有方法，啊，一反省，智慧就出现，方法就有了，为什么？得佛力加持。你有怨恨心，有不高兴，谁加持你？妖魔鬼怪加持你，叫你造业，不会成就你。所以念头才动啊，就有感应。啊，一个善念跟佛菩萨感应，一个不善念头，妖魔鬼怪、冤亲债主跟他起感应。啊，我们听见这些信息，啊，自杀的人，这个世界自杀的人多啊，连小孩都自杀，啊，小学都自杀，过去没听说过的，啊，为什么会自杀呢？原来自杀大多数是冤枉的，啊，他只有这个念头想自杀，并不是真正想死，啊，但是有这个念头想跳楼吧，啊，他有这个意思，哦，跳楼死这个鬼都来了，为什么？他找替身，啊，你走在楼旁，他把你推下去。好多不是真正要自杀的，啊，都是被鬼推的，啊，跳河自杀的，有这个念头，这水鬼把他拉下去的，啊，这叫冤枉啊！啊，也不能怪人呢，你动了一个念头，不善的念头啊，所感的，啊，动这些不善念头。为什么不念
不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不念观音菩萨？你念佛，这些妖魔鬼怪有很多，还有善根的，他在度我，你帮了好大的忙啊！所以古人这个反求诸己道理太深太好。我们要学菩萨的愿力，特别要学阿弥陀佛、因地上法藏菩萨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要修持真实功德，行要求圆满，把弟子规做到，把感应篇做到，把十善业道做到，往行云得满这个地方走，诸佛共赞。法藏菩萨修行的时间长啊，五大戒的时间啊，参访设方诸佛如来，一个不漏啊。了解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实际的状况，取长舍短做参考，来成就极乐世界。这个简介里的是解明国土安乐清净，受乐无极，全于往生。这是前面，接着前面还要讲，所以底下菩萨修持第三世还要讲啊。第二呢，对境显慧。面对着净土，回头看看我们所居住的世界，痛斥浊世我故，佛菩萨痛心责备浊世染污。这个事情怎么有这么严重的染污？我是受我苦是指三恶道。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，然后劝大家舍无我，去无痛，利无少。这是本经32品到37品里面的内容。劝修世善，重重回免呢？回是教诲，免是勉励。令持境界，度脱其身。劝大家要自己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积功累德，要好好的修。这样我们才真正能离开六道轮回，才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这经中详细说明众生造三途。三途贪嗔痴无我，朝日辗转痛烧
之宝。痛是现前，烧是来生三途苦报。啊，切止至苦至有。啊，切是恳切，直视受这些苦报的原因是什么？啊，把这原因都给我们说出来啊！啊，又指示我们出苦之方，这离开六道轮回，出离三界的方法，欲令众生深明因果。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境，确实是不明因果。不知道啊，知我行善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对于善跟恶搞不清楚，迷在这个里面，总认为自己所想的、所做的都是善，别人所想所做的都是恶。啊，没有冷静的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，粗心大意。啊，做错了，自己晓得了也不敢承认，碍于面子，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改过。中国人好面子啊，知道错了还得继续做，要错下去。所以来世三恶道去了，那因果教育太重要了。就今天的社会，除因果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更有效啊！佛经是好，佛劝导你，你不相信，你不害怕了啊！将来果报现前了，后悔莫及啊！这一个跟头栽下去了，不知道要多少劫多少事你才能翻身，太可怕了啊！我们今天修学的理念错误，方法错误，这是说不相信古圣先贤，认为我们所知道的超过他们，他们不懂科学，这一个错误观念把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全部都抹杀了。啊，所以自己虽然学佛，虽然学成了文化，没有学对，学错了，全做的是表面功夫啊，没有实际的内容啊！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对于经典没有深入啊，甚至是连皮毛都不懂
这是什么缘故？啊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理念错误。错在哪里呢？不知道要用真心学。啊，学古圣先贤东西，不能用妄心。但是我们现在全是妄心。学了佛之后，听说有个真心，什么是真心？不知道。啊，真心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啊，经上讲得清楚，没听懂。什么是真心？把妄放下就真心。什么是妄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是妄。佛慈悲呀，佛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《大小乘经论》佛常常讲啊，不是一遍两遍的。啊，为什么听不懂？没听进去。烦恼习气太深了，啊，这些烦恼习气让你回不了头来，造恶，哎，很容易，修善非常非常困难。啊，说明什么呢？恶的习气，恶的根太深太深了，善的根太浅薄了。啊，遇到佛这么慈悲，这么教训都没有。他不是不读经，他不是不听经，经听了几十年，经念了几千遍，没用。啊，还是自私自利。啊，还是烦恼重重。啊，经题上讲的多明白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就能学佛。那我们今天学佛是什么？就是把清净心找回来，清净没染污。啊，清净心找回来，你就证阿罗汉果；平等心找回来，你就是菩萨；大彻大悟啊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你就是化身菩萨。啊，在哪里修行？生活当中，千万不要忘记。离开生活，没有修行处啊，就是人事物啊。我每天对这么多人，对这么多事，对这些万物。啊，怎么修呢？不执着，学不执着。不执着我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执着生烦恼，造罪业。啊，不执着呢，生智慧，积功德。为什么听不懂？这是阿罗汉小乘人修的啊，再提升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都没有了，放下了，你是菩萨了。平等心生大智慧，菩萨的智慧。
啊，心不平等生烦恼，傲慢、嫉妒、障碍，这是最普通的现象。啊，这个念头造业，如果还有行为的话，你还要找果报。啊，没有行动是恶业。佛法完全在生活当中，离开生活没有佛法啊！所以佛法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！我们要办大学，要办学院，要来培养儒释道的师资老师，什么人够资格做老师？真做到了，真放下了啊！他起心动念是智慧，不是烦恼，才能教化。这种老师找不到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培养老师，要培养真正真干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有两个算两个，决定不能要求有几十个做不到啊！一个老师能带五六个学生就不得了了啊！要教学生在生活当中修行，学放下啊，生活当中断我修善，改邪归正啊，生活当中把三福六福三学六度做出来啊，这个样子才真正能做到身心应果，知我心善，饶益有情，造福人间，以此回向同生极乐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没有一个不圆满。这桩事情太重要了啊！不能不认真呐、啊，不认真全搞假的不行呐、啊！啊，所以这不仅要多讲。多读，越多越深入，法味无穷啊，法喜充满了 啊！这一天生活没有白过，真踏实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